俄乌战场转向了顿巴斯，战局或发生扭转。俄方的两个动作，美国和乌克兰也想再用谈判转移危机了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卢忠诚，欢迎来到本期忠诚 Talk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俄军从赫尔松部分地区撤退后，乌克兰军队重新控制了赫尔松市。今天我们来讲讲俄乌战场转向顿巴斯的影响。不过，就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赫尔松市发表胜利感言之际，又传出俄乌冲突即将转至新方向的消息。据俄罗斯媒体近日报道，有军事专家指出，随着俄乌双方隔着第聂伯河陷入对峙状态，未来俄乌战场焦点或将转向乌东顿巴斯地区。的确，从当下趋势看，俄军不仅于日前完全控制了顿巴斯地区战略重镇马奥尔斯克，还在卢甘斯克方向继续对乌军进行打击。结合俄乌当前动态分析，不难发现双方都从赫尔松地区撤出了部分兵力。鉴于此，俄罗斯完全可以用这部分兵力继续加强在顿巴斯地区的布防。有关研究显示啊，乌军在顿巴斯地区并不占优势，也就是说，俄军很可能在顿巴斯打一场漂亮的反攻战。不过，也有分析指出，俄乌两军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互有攻守，意味着俄军也未必能保持目前在顿巴斯地区的优势。要知道，俄罗斯此前征召的30万兵力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派往前线。一旦这股战力拧成一股绳冲向顿巴斯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战局势必会发生扭转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结论。俄罗斯撤出赫尔松市，虽然影响到自身威信，但是却护住了最后一道屏障，确保战事的胜利始终在俄方。毕竟，在特别军事行动爆发之初，普京就表明了此次行动的首要目标就是解放顿巴斯。除此之外，俄军对战场的部署也没有停止过。普京近日还签发了相关法令，修改了俄罗斯武装力量服役的相关政策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外国公民今后可以通过加入俄军服役，实现加入俄罗斯国籍，服役合同也从5年缩短为1年。一旦法令生效，便能大大增加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规模。如此一来，俄军不仅能更加有效地应对乌军的突袭，还能提升危机响应能力。在俄罗斯这两个动作的背后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推测：莫斯科或许正在阻止美国和乌克兰借谈判转移危机。综合多方信息，我们不难发现，美国和乌克兰频频释放和缓的信号，或许只是缓兵之计。从美国最近的军事行动来看，西方根本就没有打算放弃俄乌冲突。毕竟，一边试射导弹，一边对乌克兰军援，明眼人都能看出，美国这些动作并不利于和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国要求乌克兰摆出和谈姿态，只不过是将基辅推出来做挡箭牌，为之后的军事部署预留空间。说到底，美国持续对乌克兰提供军援，都只是在想让俄乌冲突持续下去，想要短时间内走向和谈，恐怕很难实现。所以，俄罗斯也直接做好战事升级的准备了。总而言之，俄乌冲突最后的走向是战是和，我们不得而知。美西方如果是真心要推动谈判，还是不要再升级局势为妙。好，各位网友，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